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真快。站在台上发自肺腑的开心，真是。再不演我就快不会了。这玩意儿也能忘，岁数大了呀，哦，是吧？现在没有别的，跟家待着也习惯了啊。是，唯一的盼望就盼着郭麒麟回家看看我去啊。啊，这倒是。好家伙，好，这你别看，你甭管疫情如何，郭麒麟是真忙啊，他没闲着，一天到晚这儿去那儿去。嗯啊，大半年没看见他。呵，我跟您这么说，嗯，我现在看谁都是郭麒麟。嗯，我现在看谁都是郭麒麟啊。你往那边看，你看点别的地方行吗？德云社终于开箱了，郭德纲现场和于谦逗闷子，自嘲就想让郭麒麟回家看看。郭德纲如怨妇上身，直言别管别人如何，郭麒麟是真忙，大半年没见了，更是夸张到你别说，我现在看谁都像郭麒麟。然后转头就看着于谦大爷，于大爷立马放话：“那你再往那边看看，真的要笑死了。”